反正你个搅黄，他也不怨我，恨就恨你，还有你家孙文娟。什么？我们家，我跟孙文娟真的没什么。刚才你也看见了。行了行了，打住吧，金先生，你这话说了多少遍了？我的耳朵听出茧子来了。我告诉你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我也不傻，我都看着呢。我跟你说，孙文娟的嫂子跟我说，呀，孙文娟嫂子都跟你有联系了。哎呦，走得太近了。反正我跟你说，我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跟他划清界限。别气着了，真的，一会儿什么血糖又高了、低了的，我负不起这责任，我走了。不是，我说的话你们怎么就不相信呢？你这，你有这样的老公，你是不是心花怒放？那肯定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进去领了证以后呢，我们就是合法夫妻了，你就跑不了了。所以现在是你最后的机会，你后悔还来得及。你是不是傻啊你？我后悔？开什么玩笑？战斗胜利了，咱们怕什么？我就是你的小米加步枪。结婚了！哎，慢点。结婚誓言，我金波，我茱莉亚，我们自愿结为夫妻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，上孝父母，下教子女，互敬互爱，互信。这是干什么了？爸妈，搞什么呢？我们结婚了。当然是真的，你看嘛，有钢印呢。小雅，珍惜这份得来不易的爱情，你要不好好过，连自己都对不起了。谢谢爸，谢谢姐。儿子，这都结婚了，长大了，你该懂点事儿了。记住，好好的过日子。只要你们好好过，爸比什么都高兴。听见了吗？别吵了。来吧，行，好了，回头收拾收拾，我先走了。啊，那我送你，送你。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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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。真不用啊？啊，不用。啊，那你小心点吧。啊，好，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再见吧。啊。